天界、煞界、人类共持三界。煞界是三煞派中的天权、玉兔、灵猴、蛮牛，不是抵之国。抵之国分权以治天下，将皇权下分。然皇帝御赐，贵族篡权。身为皇子的你被恶人追杀，所幸康复后，你得知自己的皇兄也得以逃出，于是你。就来。
了。